2022年的晚上，就停在这个 Welsh 这个 city 的一个营地里面。这个是路易斯安那州，我们过了德州之后的第一个营地。天气蛮潮湿的。这个营地设备还不错，是 city 的 ，city 的广场，有运动场啊，旁边有一条河啊，就停在这个地方。那它有全部的 hookup， 有水电、污水排管都有。那旁边就是一条公路，先到 City Home 那边缴了$15。它本来好像不强迫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好像也没有讲好他来收钱了怎么样。那像这个营地，像这个就有点破烂了，但是还可以用。我们刚刚在后面，就是说这个广场营地的运动场的后面那边有一条河，那我们就看到有牌子写说要注意alligator 就是鳄鱼，所以现在是鳄鱼的交配季节。那听说鳄鱼就很凶，脾气很暴躁，所以他们在找配偶。啊，这里有人慢跑，有人运动，晚上也很安静，相信自然都不错的。我们住了一个晚上，也没有什么人来骚扰我们。这里有一条小溪，这溪已经剩下一些水了，注意不要有鳄鱼了，因为这路易斯安那州开始有鳄鱼了。所以我们过了一个不错的晚上。下一个营地呢是一个好像酒庄一样的，我们就付了钱做 member， 但是可以停在那边不用钱的，但是要跟他们买一个商品，比如说吃晚餐啊，吃一顿饭啊，或者是参加他们的 tour。 离开了 Welsh 以后，我们就继续在 Louisiana 的旅程。 Louisiana 沿途都是很多沼泽的地方，所以景色是很特别的。然后我们来到一个 welcome center， 好像看起来很大的样子，那我们就出去看看。结果发觉这个 welcome center 真的是五星级的，设备的很好，而且里面的资料也非常的齐全，景色也很漂亮。所以有机会的话，这是一个可以停下来休息的好地方。不过从出口到停车场的地方倒是有一段的距离。不过还是很值得去一下的，而且这个地方听说也可以过夜，所以如果你是有 RV 的话，可以考虑在这边免费的停车过夜。因为最近社会的不景气，流浪汉很多，所以无家可归的人也变得更多了。各地的 Walmart 还是一些大型的公司的停车场，原本可以让旅客停车的，现在都很多禁止了，不让人家停车过夜。所以像这样的公共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另外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这边是有24小时的 security， 应该是比较可以安心。它附近的景观很特别啊，就是那个水中有树，还蛮高的那个树，也不像红树林，所以它就有一个休息站，好像类似景观，有一个不一个现场。Louisiana Airborne Memorial Bridge， 这里有一个树。后面漂亮，我们刚在桥上有看到那个海里面有树长出来，那是一个入海口的一个。这是假的鳄鱼，这里有个大海龟，这个捕龙虾的船，捕虾、螃蟹。是雕塑，里面休息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Welcome Center 有本地的文物、历史、农产、生态等等，都有非常丰富之详尽的解释，更有电影短片播放，是一个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地方。生态的变化，
些相片。对，路易斯安那应该很多海产。很多树。树长在水中，树长在水中。Waterways and landscapes are ever changing. It is this natural dynamic that brings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experience its miraculous living canvas. We are in this welcome center, have a bit of 流连忘返的样子，结果这拖延了我们的行程。那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使用 Harvest Host 的合约场地过夜。 Harvest Host 是一个有3726个合约场地的机构，会员只需要每年付几十块的会员费，便可以无限的停在这些合约场地过夜。那这些场地通常就是酒庄、农场或是博物馆或是一些 attractions。 那如果再加上一点费用的话，也有很多的高尔夫球场，但是因为我们都不喝酒的，所以就从来没有停过 Harvest Host 的场地。这一次来到南方，我们就想说至少有一次我们去看一下这边有名的 Plantation。 那这次找到这个 Plantation 是跟 Harvest Host有合约的可以过夜的场地，叫做 Houmas House and Garden。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第一次尝试在 Harvest Host 的场地过夜。假如有露营车的朋友又喜欢野营的，欢迎你使用下面的连结参加，可以享受折扣的哦。今天停在 New Orleans 附近的一个 museum， 一个花园，你们也有去过黑，免费在这里过夜，所以你要跟他买一个东西，买东西登记。我们的 RV 就停这里。然后，它有一个天桥，就过到这个马路的对岸，那边就是一个密西西比河。
因为我们本来就打算要参观至少一个 plantation， 所以这次我们购买它的产品就是进场参观它的花园，还有在自助餐厅吃一顿午餐。是那个我们吃免费的餐厅。Queen of the West， 很不错，火锅75块钱一个。Hello， 嗨，用微信。我们来到这个 plantation， 就在这边吃午餐。这边是自助餐的午餐，就吃这边的特色菜。每一个人是25块，菜色不多，但是都是这边的特色，像那个炸的 catfish 啊，那个 gumbo 啊，小龙虾的糊啊，那都不错的，但是就是选择不是那么多的。我们刚刚好赶得上他们开到2点钟的午餐自助餐。在优美的园林景色中享用了一顿正宗的南方美食，感觉上还是很值得的哦。先出来，这个花园进去一个人25块，20块。哦，这个是博物馆。这是路易斯安那，离我欧联的附近。这个是 Houmas House。我们在这里吃伯菲，现在要进入那个他们的花园，这条桥是过去可以看那个密西西比河。
密西西比河。船，下来这是密西西比河，有如我们中国的长江，是母亲河，美国的母亲河。没有树荫，走下去啊！啊，从那里走可以下去、啊。这是我们过来的那个河。我们过桥，密西西比河，蛮宽的河。那个河轮有躲到纽奥良。打算左下，我们来到密西西比河的河边，这是一条路，到这里就没有了。那是船停在那边了。走在密西西比河的堤岸里面，这是一条路桥，可以过到那博物馆跟餐厅那里。底下是一条路，我们来的路。好，我们走回来休息了。这边没有什么马背亭，只有另外一处。我们就在这个停车场过了一个很特别的晚上。下一集我们将会带大家进去这个漂亮的花园。谢谢你与我们同行，请继续观看接下来的旅程，让我们一起去看世界。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赞、分享、免费订阅及留言。再见，愿上帝赐福大家平安喜乐。